经常看电视的人就会看到中国的特种兵一般都会在脸上涂抹油彩，但是通常电视上的特警却戴着面罩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？我们都知道要想当个特种兵是非常难的事情，通常有可能是1000个人当中选一个的存在，特警也是在许多精英里面挑选出来的。那为什么他们同为中国警界和军界的精英，为啥一个涂油彩一个戴面罩呢？其实这主要从他们的任务方式来说，一般来说特种兵会在野外山林隐蔽作战，他们为了让自己更贴近环境，所以会在脸上涂抹类似山林环境颜色的油彩，这样可以大大的提高自己的隐蔽，并与环境融为一体。还有个原因是因为特种兵执行任务的难度大于特警，他们脸上涂抹油彩是为了让犯罪分子认不出来他们，因为有一些漏网的犯罪分子如果看见特种兵的脸会对他们进行报复，如果看不清脸就不存在了。特警是属于武装警察的范围，他们一般的任务是在城里面，在城里面就不会有山林了，所以就不用涂抹油彩增加隐蔽性了。当然特警戴面罩也有防止报复的原因，还有个原因就是城里面媒体众多，怕特警执行任务被媒体拍下脸，这样对他们日后的工作是非常有影响的。不仅特警是绝对不能暴露身份的。